机，看看谁又上了头条。要想红得快就得加点黑料，造谣弯在辟谣蹭上热度最重要，反正也没人思考，无非就是博人一笑。媒体广民一个逗哏一个碰哏，本该清澈的眼神透露的全是臭闻，假还是真，有人带头就有人跟，看新闻像读阴谋论，不转不是中国人，管他是不是实情，先骂爽了再说，反正也是匿名，又轮不到我背黑锅，出事了别找我，真不是我闯的祸，凶手只有一个，起哄的能有什么错。哎，我说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，别当真，十个头条九个都靠喷，萝卜咸鱼全都放在一个锅里炖，啃着人馅馒头咱一起开个荤，服务员点菜，独家头条，独家头条，添加醋味道好，独家头条，